这就是街舞。接下来，有请下一组选手，马云。哇，一个人上。Solo， 五位导师好，我来自四川成都，然后是一名少数民族彝族。 我的街道那边的，他是来自四川的。你的四川话我们听不懂。他是来自四川的，差不多了，离了不到500公里了。<笑>那怎么说呢？他是来自四川的，怎么说？四川的？对的。你跳的是啥子？我主要跳 drinking locking 现代编舞。其实因为在之前，我的指导我们的口才都十分的了得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，哥？反正有这个说不清楚的。哎，那个字怎么读？连。有说不明白的，可能还是在，可能比较，有点对。AK 鱼多。 AK， 还有说不利索的。一开始我怎么说呢？一个选，让我潮和，你明白了？对。我想说，什么叫艺术？我真的想大家看一下。哇哦！哦。对，有些时候呢。 特别专注艺术的时候，会忽略掉，哎，这还是一个 battle， 还是一个比拼，但是两方面都特别特别强的一位 dancer。哦，哇，王嘉尔好血糖啊！对，其实啊，中国有一个说法叫捧杀，你知道吗？大家现在所有的这个心情已经都提上来了，万一没达到大家的这个期待值，很可怕。那我说一句，我刚才说的话，你们别先别想。 感觉这刚才已经做完 CG 了，威亚掉完了，威亚掉完，对对对，刚才好像明明有一根威亚在掉着，腾空不断高度，还有那个滞留时间，我的天哪！我们还是看一下四位队长的判断。 很厉害的 B-boy， 他各种元素组合在一起，他有一种很强烈的个人风格，是跟所有舞者都不一样的。二，这个撕票了吧？可以撕票。一。Oh my god！ 一波居然没给。很厉害，非常厉害，所以就是不给过。
所以我是放弃。对，所以我是放弃，因为我可能有我自己的喜好。对，对不起。啊。如果是从现代舞上去看的话，这个作品可能是满分。啊，但是我可能更喜欢 underground 的一些东西吧。哇，今年好严啊，没有一次撕票过的。我觉得很难撕票。我说实话，确实刚才一开始比较高的评价。什么叫艺术？这还是一个 battle， 两方面都特别特别强。哦，你一开始啊给大家太高的期待了，以后那我以后不说了，不说了，就学了嘛，学会了。好了，不管怎么样，下面的朋友，你们的机会又来了。哎，这个不算机会。这么强，这么厉害，请问有谁不服？其实我有一点紧张，像我选择个人作品，看到别人有组队，有五人的，有四人的，对我来说是有压力的。包吗？男人怎么的？二，靠不了，靠不了。我不继续。你敢上扣啊？我不去。一，哇！太厉害了吧！这谁也没人敢扣啊，飞哥。为什么不敢上？因为他在做这个编舞的时候，其实他用了很多 urban 的技巧去卡歌词，再加上他原有的技术，确实是没什么人敢 call out。 好了，再次恭喜，谢谢。这真是艺术，真的棒，真的棒。强，单人组强。四个队长有各自的审美，那是很正常的事情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。就看到一般我已经忘记他在跳舞，我就觉得他把所有音乐动作啊揉在一起，非常有个人风格。但是你的那些表情，在我看来是不符合音乐的。一方面还挺好的，然后搭配一些招啊，然后卡有音效，我还挺喜欢的啊。我就觉得说单人好像都没有问题，但是合在一起的话，我会想要看这个组合感嘛，组合感可能搭配没有那么默契。踩点啊，编排，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。我觉得整个作品可以更立体一点，多元素一点点。我最 care 还是他有没有100%把这个东西表达出来。每个队长有自己不同的看法，很正常，我觉得。就是差那么0.0000001的那一个元素，会影响你的票。我觉得很难撕票。